这片竹园在西安世博园里显得有些特立独行，和其他钢筋水泥或者玻璃幕墙的建筑不同，这里就是一片竹子的海洋。不但所有房屋均由竹子建造，而且地板、路面、花篮甚至路灯都不曾离开竹的元素，竹子的广泛的实用性让人大开眼界。在荷兰馆展区，这座外形像马蹄莲的凉亭居然也是由竹子做的外结构，里边是全部是异形的钢结构，外边是用1000多根异形的毛竹蜿蜒而上，顶上还有竹木地板的一个平台，游客可以到顶部去瞭望远方。其实这种竹房屋在中国许多山区或者少数民族地区早就形成了规模建筑，甚至是传统的生活习惯。它作为木材的替代品，它在这个因为它的价格低廉，生长速度快，所以它作为一个新兴的建筑材料，可以适用于很广泛的地方。如果真正重视起来，它完全我们很多的建筑材料可以以竹代木，既环保又廉价，还可以满足艺术性和实用性完美结合的建房要求。盖一座竹楼幽居山林曾是无数人的梦想，如今有了活生生的范例，而中国盛产修竹，它也理应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生态住所。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中国人对竹子的感情还有更多文化艺术方面的积淀。竹子谦逊进取，傲对秋风冬雪，和松树梅花一起被称作岁寒三友，因此许多艺术家也用它来寄托情怀。在长安塔里还有一场竹雕作品展，它们均为名家名作，保管在恒温恒湿的展示箱内。这个竹子呢，你看一个竹板，大家不知道它是分了几个层的，它的里层叫做最里层，里面叫竹幌，中间的叫竹基，外面还有这层硫青啊，就是这些，在这几个层面上艺术家都可以施展自己的那个本领。我们世园会总共展出了30多件来自全中国各地的大师级的竹刻展品。我们为什么要在世园会展出竹刻呢？因为竹文化是中国所独有的，从中我们最接下来请观赏古井贡酒特约之锵锵三人行。